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四旬期第二主日，今日的福音讲述耶稣向门徒展示自己的容貌，也会藉此都提醒我们在四旬期内要不断祈祷，并且遵从祂的旨意，到忠于天主的生活，可能为更人反映出基督天主子的光荣。今日经文在主日楞严经书的第53页，月明读经在楞严书的第58页。最后，为了保持感恩祭的庄严和神圣，以及避免影响礼仪的进行，请各位将手提电话和其他响闹装置调至静音模式，多谢合作。
正英新第二的進行。呢度再次提醒各位，將手提電話同其他響鬧裝置調至靜音模式。多謝合作。感恩祭現在開始，各位請起立，請立定，讓我哋一齊共唱《頌恩》第520首。我主求你垂憫。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今天我们都会是都有一个后使者，因为他呢就是在新年期间上了去武汉，我们会是欢迎呢趙恩兄弟，請你兩兩相轉一轉給大家認知一下。好話好聽呢，是等了十零多年的了，趙恩識他呢不少日子，天主很奇妙，即他因為在上面的大陸北上也都落雪，也都交通這些所有的因素影響之下呢，他沒辦法是回來的。今天我們能夠是有他的是一個見證，我也都有話給他聽的了，領洗呢是天主一個莫大的一個恩寵，也都是說你自己是有一個的真正的一個可以說招聞道，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招聞道。那有沒有真的悉心去聆聽呢？聆聽之後你说这个呢就是天主给我能够在这个的教会，在这个的我们的团体里面呢 去支持你，使到你能够呢是诚惶诚恐这样去跟随这个的信仰的一条路。他都有很多的话话回给我们听的，他的一个见证，因为跟妈妈妈妈的妈妈能够有这份的修好，天主很好听，都给他有一个见证力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祈求天主呢使到他跟我们一起是在这个的聆听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去朝着主耶稣基督
啊，同埋咧分享天主嘅生命。咁我哋都系咧，今日啊，亦都有一个嘅啊，有朋系从远方系翻过嚟啊，咁啊，林天汉神父，咁我哋俾啲掌声。佢咧喺翻嚟咧，圣师都有啊做过啊唔少嘅工作嘅啊，咁就收回咧系。派了他是過去這個的美國是依舊金山就是金山就做了這一個不少的牧民教育的工作他今天呢也都是回來跟我們去歡迎這個的我不聽是他自己一個的假期他也求神主祝福我們的林神父與此同時呢也都有我們的蔡國祥神父也都是他的神啲人可能識係教數學嘅嚇，咁啊非常之有能力，同埋咧係有心，咁啊造就咗唔少嘅啲學生。咁佢咧就係可以話咧翻返天家，咁啊天主咧亦都俾佢咧能夠得到真正嘅天堂上面嘅職位。咁我哋話呢啲一切咧令佢感恩。基督，你奉命嚟到拯救忏悔嘅人，求你垂怜。基督，你嚟到召唤罪人，求你垂怜。基督，你喺天父面前为我哋转达，求你垂怜。愿全能嘅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旨的教导，求你使我们由你的圣言得到滋养，并能够净化心灵的眼目，愉快地享见你的荣耀。因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光。创世纪，那时候天主试探亚巴郎说：亚巴郎，亚巴郎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撒格到摩尼亚地方去，在我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全燔祭。当他们到了天主指给亚巴郎的地方，亚巴郎便在那里筑起一座祭坛，买好木柴，将儿子伊撒格捆好，放在祭坛上的木柴上。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时，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亚巴郎大声说：亚巴郎，亚巴郎！亚巴郎回答说：我在这里。使者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然连自己独生子也不顾惜。亚巴郎举目一望，见有一只公绵羊，两角前在灌木中，于是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全燔祭。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喊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上主的断语，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多多降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而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主的话。感谢你。答唱的，让我们跟随你唱完。
會唱以下答句嚟回應上主嘅聖言。上主圣者的去世，在上主眼中十分珍贵。我要向你献上赞美之祭，我要呼号上主的名字。我要在众百姓面前，在上主圣殿的庭院里，在你耶路撒冷中间，向上主还我的誓愿。圣保禄中徒致罗马人书，弟兄姊妹们，如果天主皆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待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上主的话。谢谢天主。福音前功夫，各位圣徒，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约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耶稣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阿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同耶稣谈论。伯多禄于是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原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那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何人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基督的福音。上前咧，你坐啦。今日咧，我哋会听到嘅啊，不断嘅福音，我哋会喺翻一个嘅啊真正嘅实际嘅境况嘅里面，我哋会认知到咧，究竟当时系发生咗咩事，让我哋咧喺翻啊可以话鬼形鬼声嘅一个形态之下咧去领悟。你請林神父咧，你可以坐坐就唔好安排咗。我哋單單咧係有少少一個啊，大家一個再次默想翻頭先咧，我哋會聽到嘅福音嘅情景啊。所以我們會看得到呢，當時一個情景，雖然呢在這裡不是這樣的，樣是很細節，因為這個的就是那個整個片段呢不能夠是很詳細，但我們會看得到呢，什麼叫做是靈，什麼叫做是停，那靈字很明瞭，那靈字呢是一邊從耳第二邊咧，從個靈字。咁我哋話，究竟邊個俾呢一個嘅指令咧？啊，我哋話聆聽。靈係喺翻呢個聆聽嘅背後，指令嘅唔係我哋喺我哋呢個嘅世間，哇！喺呢個虛擬嘅一個世界，哦，同好多啲咩 command 啊，同好多啲啊，即係嗰啲咁嘅啊，唔知啲咩領域嘅時間，呢、這個就係個指令。指令的是回到天主那裡還有那個指令的一個靈字、啊、我們會是那是憑著什麼權威呢、啊、為什麼會在回到那個靈字後面那裡是有個停字中文這個字應該可以上回到那個那個
個聽字下面個耳字下面咧有個王字，邊個係王咧？唔係我哋心中係我哋呢一個我自己，自己自稱係我。我有手機，呢個就係我有指令啦，係咪都全部係我撳掣？啊，係有啊，呢啲所有嘅電話度嘅乜嘢都會出現啦。嚇，咁我哋撳邊一個嘅 icon 咁嘅嚇，即係啊，今時今日唔係呢樣嘢啊，而至尊頭。冇咗呢個嘅王咧，就係、究竟我哋心中嘅王，如果唔係翻去天主，唔係翻去呢個嘅主嘅嗰度咧，我哋變成係王上王主啊！出翻嚟可能我哋打咗機，做咗呢啲所有嘅一切嘅裏面咧，根本都冇咗咧，係冇咗嗰個主，嗰抽上去嗰個啊，嗰個安慰。錯嘅。咁所以咧，今日嘅創世記，我哋會聽到嘅亞巴龍咧就回應翻咧，上主又有兩次嘅，我喺呢度嘅 ，here I am， 啊，但係兩次嘅裏面就會話喺呢個靈天主嘅俾嘅啊亞巴龍，我分俾佢聽，你有個仔噶嘛，個仔係呢個嘅呢個伊撒格，咁。當然是好嘢啦，係嘛？哇，有仔有子嗣喎，係有後，因為有後繼喎，一路落嚟嘅時間。咁但係天主話分俾佢聽，佢話：，我要你嘅獨生子咧，係要啊，要犧牲嘅。哇！亞伯龍都聽到，哇！點解會咁㗎？聖經裏面會咁講係嘛？點解要翻嚟我嘅？你俾我嘅嗰個獨生子，你又要攞翻咧？咁但係亞伯龍咧，又要再去聽，再聽嘅時間，第二次，咁天主話咧嚇，而家又唔使嘅啦，因為咧你對你自己嘅嗰個獨生子都冇姑息到嚇，冇姑息到，咁所以咧係用一隻嘅公綿羊嚇嚟到去代替呢一個嘅靈同埋聽，聽嘅時間，咁亞伯龍可能都會問嘅，即係話佢天主話。天意弄人喎、你叫我嘅，你又俾我呢個仔，跟住咧你又要攞走佢，係咪好矛盾咧？係咪啊？呢一個咁啊，仔都會問嘅。咦，阿爸，今日要做呢個祭獻，用咩嘅祭品啊？阿爸點樣講？係你啊，咁樣咩唔通講？係咪啊？這個嘅真係啊，喺翻嗰個嘅糾纏之下咧，阿巴羅可能即係會係天意弄人。哇！好似覺得呢啲所有一切嘅考驗嘅裏面，但係正正係咁嘅一個嘅期間咧，天主話唔使係你嘅仔啦。其實咧，嗰度有一隻嘅公羊咧係會做代替。哇！原來呢一個嘅一個代替之後咧，有令同埋聽嗰、那個嘅一個反應就會話：亞巴郎，你因為你咁嘅一個聆聽咧，你放心，你嘅子子孫孫咧。好似天上面嘅星辰，海邊嘅沙粒，係咁樣繁多。呢個就係、天主話嘅係一個聆聽，但係聆聽嘅背後係會點咧？係點樣悉心去聆聽？啊，悉心有冇呢份嘅聽？有冇呢份嘅應？有冇呢份咧嘅和應？天主咧，絕唔係憐惜自己嘅兒子，喺翻羅馬人書聖保羅寫嘅。嘅裏面，佢係交付咗一切，同埋咧同佢一齊嘅時間，這個咧就係正正係賜俾係我哋每一個嘅兄弟姊妹。如果係有天主喺翻我哋後面嗰度嘅，做我哋嘅後盾，做我哋嘅一個維護，這個咧係我哋仲有啲乜嘢可以話咧係使驚咧嗱，所以係背後。誰可以控告天主呢？他可以他自己要做的，他有一個選擇。亞巴龍也是一樣，即是做了這個選擇，這個抉擇之下呢，原本的安民拿了上去的柴，拿了所有的、那個屠，即是屠刀、已經準備要殺自己的兒子、這些一切也都是好好這樣是告訴別人聽，誰是代罪的羔羊、就是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所信的耶穌基督
如果佢係真係做我哋嘅呢個嘅後盾，呢個嘅護衞咧，我哋唔需要去驚嘅嚇。邊個能夠去控告天主咧？嚇，冇一個人可以話呢個世間邊個人能夠去定佢嘅罪咧？冇一個人。如果我哋能夠有呢份咁嘅肯定嘅説話咧，天主都唔會定咧係我哋嘅罪。所以要俾我哋有呢份咁嘅歸依，我哋有呢份咁嘅係一個心。聖經裏面啊，耶穌喺翻呢個嘅顯聖容嘅裏面，其實佢會話我哋最後嘅一句嗰度寫住乜嘢？最後一句後面嗰度，大家有冇聽到？我哋再接翻去讀經 ，Willis 福音裏面最後嘅一句係乜嘢？顯聖容嘅裏面。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耶穌祝福他們，先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後，不要將他們所見的告訴任何人。他們遵守了這話，卻彼此討論從死者中復活是什麼意思。從死者中復活是什麼意思？早前我們同大家都會講下 The Holy Trial， 這個聖殿報你用曬唔知啲咩核？呢、這個嘅花粉正法，呢、這個碳十四正法，呢、這個嘅科學裏面嘅用任何嘅、用三維四維嚇，唔、知幾多維，你繼續去探討，你要證明嘅時間咧，都未能夠咧係可以證實咧呢件係偽品，呢件咧係唔係真嘅嚇，係、天主嘅可以話一個復活嘅一個象徵，甚至乎啊喺翻嗰啲嘅光。嘅裏邊啊，因為嗰啲人再越嚟越再證明咩？嗰塊嘅聖殿布咧，唔係係咁樣壓落去嘅，唔係用任何嘅嘢壓落去，喺翻裏邊係透光出嚟嚇，係、咁樣係出翻嚟嘅係一個現象，人可以解釋啊。嗰啲科學家佢會話：哇，嗰啲嘅經過嗰啲嘅光線咧，用唔知幾多度嘅啫，嗰個咁嘅太陽能嘅嗰啲光線咧。都未及得係呢個咁嘅一份嘅光，所以呢度咧我哋會睇到嘅耶穌嘅一個聖容咧係變咗，衣服咧係發光漂白咗，咁樣係亮麗啊。OK， 再喺呢個證明嘅時間咧，即係我哋會話耶穌講咗一句，好似頭先咧我睇翻嗰個嘅影片入面講嘅，天主俾個肯定係會話。呢、这個係我嘅愛子，係我所咧係愛嘅一個肯定。你哋咧係要聽從佢嘅，各位弟兄姊妹，你哋要聽從佢呢、这個嘅靈同埋呢個聽咧，都係嚟自係天主嘅。咁所以咧，再喺後面嗰度話翻俾人聽嘅，喂，呢、这個嘅預告咧，白都路嘅，哇，好開心啊嚇，能夠睇得到話天主呢個咁大嘅一個預象啊，我哋會。再擺翻喺呢個嘅場，即係呢個場地嘅裏邊咧，我哋再繼續去睇啊，我哋繼續去認知啊，我哋再繼續咧嚇，會俾翻我哋有一份嘅開心，我哋期望咗咁耐。阿耶穌話咩咧？暫時咧唔好公開出嚟，天機係不可以泄密啊，天機咧唔可以透露出嚟，你哋俾啲心機咧去等啦啊，期待住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服務人。各位兄弟姊妹，所以我哋話喺翻呢個嘅四旬期嘅裏面，我哋所要過嘅呢、这個咧係一個有意義啊，係一個好有價值嘅係一個回憶喺度，一個追憶啊。咁我哋今日咧都會有我哋嘅一位兄弟咧，佢再次嚟到呢度嘅時間啊。咁頭先咧，我哋落咗去下邊咧，我哋有個靈修早餐，咁啊同咗趙恩咧都聽咗噶啦。咁我好多謝咧，就外父咧都能夠係及時雨係趕到嘅咁樣嗱，係支撐住咧俾翻阿趙恩，就喺呢一個嘅時刻去準備你嘅一個承諾。大家個個咧都係支持你，希望你咧能夠咧係領受天主俾你嘅呢個嘅靈性大恩。好啊，咁啊請打翻開咧。第四段咧，我哋都要再重温翻，我哋咧係有呢份咁嘅忍耐、
之前咧，我呢個兄弟咧，可以係從翻佢嘅家鄉喺落翻嚟嘅時間接受呢一步。好。我請趙恩披薩嚟做下嗰陣。我勁嘅陳神父，復活節即將嚟臨，我哋嘅團體佈道者仰賴天主恩寵、教會嘅榜樣同祈禱嘅支持，快要完成佈道嘅階段。佢請求你以教會嘅名義，准許佢哋喺經過最後嘅準備同埋考核嘅儀式後，領受洗禮、堅陣同埋聖體聖事。將被恩選領受聖事嘅慕道者，請同埋咧代父母上前。趙恩、Peter 到到。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喺我哋面前咧，呢位嘅慕道者，請求咧教會准許佢喺復活慶典之中領受入門嘅聖事。熟悉佢哋嘅人，熟悉佢嘅人都認定佢有誠意。这个的慕道者聆听基督的福音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并且能够努力实践福音，又参与教会兄弟姊妹的聚会和祈祷。现在教会有意向大家宣告准许这位的慕道者领受入门的圣事，故此我求代父母公开地讲明他的意见。各位代父，请你在天主的面前作出判断，你认为这位的候选者堪当领受入门的圣事吗？请代父。堪当。各位在场的兄弟姊妹，刚才你们听到传道员的推荐以及呢是代父的意见，咁樣，你哋是否同意呢個嘅候選者領受入門嘅聖事嗎？我同意。好，各位親愛嘅慕道嘅兄弟，你嘅代父、傳道員同埋在場嘅眾兄弟姊妹，都為你作出見證，教會信賴佢哋嘅判斷，並以耶穌基督嘅名義召叫你领受重生的圣事。你领导基督的，你聆听基督的话已经有一段的日子，现在请你在教会面前表明自己的意愿。赵恩，你是否愿意领受基督所建立的圣洗、坚阵和圣体圣事，加入他的教会吗？我愿意。好，而家咧就請你呈遞自己嘅名字。趙恩 Peter， 你已經被揀選在復活節首夜的慶典之中領受入門的聖事。感謝天主。各位後世者，我們要繼續呼求天主的左右，天主對他揀選的人時常是信實的，你們亦都要忠信地忠於天主，努力达到天主召叫你的到达的境界。代父 Andrew， 你既然为这个的后世者作了见证，我们在主内也都将后世者交托给你，你要以身作则，关怀和陪伴他，并继续帮助他，准备他领受永生的圣事。请起立。
咁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咧，我哋再次系开始呢个嘅四旬期嘅历程，期待主耶稣基督以佢嘅苦难同埋复活所带嚟嘅救恩。我哋要帮助被拣选嘅兄弟姊妹，准备佢哋领受逾越嘅圣事，并且为佢哋树立榜样，让我哋一起来到祈祷，好使佢哋我哋能够彼此勉励，革新自己，共享逾越的喜乐。请为后世者祈祷，求主使他们谨记者蒙受恩选的日子，并为所获得的召叫知恩感激，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恩主的后世者善用这四旬期，与我们一起不断弃绝自我，努力行善，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告，天主我等仰望。请为所有传道员和导师祈祷，求主给予他们力量，为寻求真理的人展示天主圣言的金言，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声，天主我等仰望。请为代父母祈祷，求主帮助他们以身作则，引领后世者在个人及社会生活中都能实践福音的精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声，天主我等仰望。请为后世者的家庭祈祷，求主临福他们的家人，并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宠和助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声，天主我等仰望。请为我们的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四旬期多行爱德，恒心祈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声，天主我等仰望。请为一切仍在疑惑迷惘的人祈祷，求主启迪他们，帮助他们早日确信基督，加入教会的行列，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听我祷声，天主我等仰望。全能仁慈的天主圣父，你愿意在基督之内革新万物，并吸引众人归向基督，我们恳求你守护同埋带领教会所恩选嘅兄弟姊妹，使佢哋忠于你嘅召叫，好能够进入你圣子嘅国度，领受圣神嘅恩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召恩 Andrew， 你哋咧已经系被天主所选拔，同埋我哋一齐咧系走上四旬期的歷程，願基督親自作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考核禮的時候，我們再一次是一起祈禱。現在就請你們呢放在自己的位置，願基督的平安和喜樂時時你們一起。
與你祭品歌，讓我們一起聆唱頌恩第88首《至尊無懼的天主》。只为请你哋祈祷，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我们下面光明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进入圣灵的殿。上主，我哋恳求你藉住呢一个献礼，消除我哋嘅罪过，圣化你信众嘅身心，好准备庆祝将要来临的逾越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神主。请总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谢谢你所赐的恩典。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能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向门徒预告自己的死亡之后，在圣山上向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光辉，为彰显法律和先知所作证的真理，人子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复活的光荣。为此我们在天上随同天上的天使，颂扬你的伟大，不停地欢呼。
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來到你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的第一天，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日子，你已高舉他，使他坐在你的右邊，我們靠他的名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顺利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罪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顺利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周守人书记以及全体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顺利怀着复活的希望与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顺利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顺利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称荣福玛利亚，他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进入望番宣告，以及全体所有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与一切所都既然给我们这个启示，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是学得这个灵和听，我们向主作我们的回应。
求你从一切遭遇之中拯救我哋，因此我哋嘅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哋脱免罪恶，并喺一切困苦之中获得安全，使我哋虔诚期待永生幸福同埋救主耶稣嘅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经你中途讲话将平安留俾你哋，将个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加倍嘅信德，并按住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系天主，永生永王。愿主嘅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愿主嘅生命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嘅平安。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望住你负佢羔羊分裂的兄弟姊妹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主，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才可以到祭台前领受圣体圣事，其他人士包括你科领圣体的儿童，请留在座位上，我们会为你代祷。儿童祝福将会安排在礼成门举行。如果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请先犯我告假，再领受圣体圣事。请各位教友记得在领圣体前除下口罩。另外，为了保障卫生，如果教友希望口应圣体，请先俾口应圣体的教友领圣体后，再到祭堂前口应圣体。多谢合作。分不配。Thank you.
哋一齊互唱，讓兒童來近我主。参与了这个光荣的奥迹，衷心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虽然身处尘世，但是能够遇上天上的恩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今日有五项堂区通告。堂区通告一，在这个四旬期逢星期五晚上八时正，学区将会举行苦路善工。三月一日是受瞻礼仪，拜苦路将会提前在晚上七时进行。学区请大家留意通告，热心参与善工。二，堂区邀请各位积极支持教区四旬期运动，取用爱德捐献盒、捐献封，乐捐行善，关爱扶助有需要的人。请大家在三月十四日圣之主日之前交回四旬期捐献盒和捐献封，以便安排在三月十八日圣周四弥撒当中作礼品奉献。三，今年的四旬期运动主题是共义同行，学区邀请教友购买和阅读公教部由夏之前护理主教提供的各位在主日的信息反省，大家亦都可以登入四旬期运动2024 YouTube 观看夏主教的视频分享。四，堂区将会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至到下午一时，在母幼堂举行圣周五去醒，主题是正文正文化正面对，神师是陈神父，现邀请教友积极参与，可以到堂区办事处投票。由教区圣召委员会每月第四周星期六举办的灵夫乐土圣召祈祷聚会，继续在新界锦田圣菩萨弥撒中心举行，内容包括圣言分享、艺术灵修工作坊、派撒供人祈祷和灵修交流，欢迎十八至三十五岁的青年参加，详情可以参阅堂区广告。堂区报告完毕，主有各位，各位请坐。所谓的共义同行啊，就是我先同翻持有小学的一班的家长和小学生咧，系有个分享的，都系环绕翻咧呢个嘅聆同埋听啊，呢、这、一个真系一个嘅艺术。咁另外系套用咗咧，啱啱有个嘅小朋友啊，应该小一嘅啫。
好特釘嘅。咁啊，爸爸媽媽咧拖住佢行，咁我形容咧會點樣？我話好似咧個小朋友咧要兩架吊雞車咧就吊住有個小朋友咁啊，條條揈咁樣喺度揈下揈下只腳咁樣，咁咧係非常之係開心嘅一樣嘢啊！但係咧就個小朋友咧點樣回應翻咧？佢話翻俾爸爸媽媽聽，話翻俾所有嘅嗰啲與會者聽咧，佢話：我係一個幸福嘅一個小朋友。哇！我聽到咧真係感覺好嚇，呢個就係我哋嘅共意同行。喺翻呢個嘅教會嘅大家庭嘅裏邊咧，大家能夠咧共意係同行。好啦，咁我哋咧能夠有聖母媽媽嘅一個陪伴，聖母進教之後嘅降福，睇翻你哋嘅答章。上主的圣名是我们的座右，因为他创造了天地。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天主聖母榮福的精女，看到你的有備之下，在急難中默默隨住我們的哀禱，恳請祝助全面一切危害。瑪利亞進教之友，為我等祈。上主，求你俯聽我的祈禱，願我的福星常達於你。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與你的生命同在。请众同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因圣神的功能，预备你永福同圣玛利亚的心灵，使其堪为你圣主的宫殿。你是我们敬礼圣母者，他仁慈的传达，能脱免一切现世的罪恶和永远的丧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降临于你哋，并永远长存。咁就我能够咧，喺翻主嘅一个带领之下，我哋能够悉心咁样去聆同埋去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为，让我哋一齐唱颂恩第570。耶稣救世你同爱，各位儿童。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爸。
温良的天主，我是天主的子父，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是的恩主，是天下的我师，我是我生下人和我生命的关照，我是我生来的大义多事，在你无限的爱情中，我做了你的我师。精灵玛利亚，天主圣母，我的父母，你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伴我入梦，希望带着圣主的崇拜与爱，我的同伴和你一起，我将天主永远作主。大圣若瑟，你在人中善，你的耶稣和玛利亚陪伴着，求你也是我将来我的一个圣主的希望。在主人回来时，醒悟着的仆人才是有福的。主耶稣在你来召唤我时，使我醒悟着，在那最后关头求你垂怜我。死亡藉着罪恶进入了世界。圣父，求你依靠主耶稣的牺牲，帮助我接纳死亡的无罪。圣父，我愿皆同在生命垂死的耶稣奉献我自己的忠勤，保存我的罪过，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以挽救众人的灵魂，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世人所抛弃而行将弃绝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当作祭品。愿遵行你的圣意。你们若是死了，你们也要同基督一起复活。因着圣世，我皆同基督一起死亡，被埋葬，亦都要从死者中复活。我也应当到一个圣徒的生活，所以我不是誓死于你罪过，要于天主的人。求使圣体圣事在现世的旅途中，成为我的力量，永福的凭证。主，请加添我行罪一起，你终身服务。主，请加添我行罪一起，你已复活战胜了死亡，求赐我们能以希望将来的复活。在主怀中的人是有福的。为已故的兄弟姊妹祈求安息，上主，我由心冤后你呼救恩赐，请以色列民仰赖上主，应切于今呼代价，因为上主负于人事，他必慷慨救援，他必全球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罪孽，望主赐他们永远的安息，并以永光照耀他们，赐他们永享安宁。阿们。我哋有宗教之友，为我等祈，圣人万般之高，为我等祈，圣律师，为我等祈。